Hello，比比，又嚟到东周投资会嘅时间啦。Hello，大家好，我而家唔系叫比比啊，Hello，又有新名啦，我而家叫宝宝啊，宝宝，哇，唔紧要，唔紧要，是但啦。哇，我继续嗌比比啦，比比好好似接受度高啲系嘛？，OK，好，比比我比之比后慢慢就会接受到啦，一刻一时间，OK，都叫你宝宝，真系，好，今我都日觉啊。得难搞啲，诶，比比先啦，比比先啦。系咁就，唔系呢啲 comment，我见啲人都系叫你比比嘅，嗯，都 OK 冇问题嘅，啦。系啦，大家记住有问题咧就快啲问下比比啦。咁就因为比比不嬲都好多人问问题嘅，有时未必问得切嘅。咁讲嗯，下今日嘅主题先啦，因为今日我好哋啊，讲下 Mira 同 Era 咁样。哇，哇，因为呢排佢哋喂成个 Facebook 俾佢哋洗版啦，最红系佢哋两对咁样嘅。吸冇人错，气男团啦，咁就系。成为咗广告商嘅新宠儿咁样，咁嗯，就基本上哇，日日碌 Facebook 不断见到全部都，咦，一系肥仔，一系193，一系姜涛咁样，咁就系，带 hit 咗。其实 ViuTV 广告事件都升唔少啦，咁相信，咁就系，都相信嚟紧呢一年冇企电信盈科咧，咁嘅业绩都会喺呢边都受惠咁样嘅。咁所嗯。以咁睇翻电盈。即系八号仔啦，0008咁样咧，而家系股息率大概系7厘左右啦。咁加上都唔少人都话，会唔会电影股佢会有机会将 ViuTV 分拆上市咁啦？咁就系，好似就进可攻退可守啊。咁就有啲人就喺度睇紧，系咪而家时候即系值得买入咧？咁就等你解构一下啦。好，咁嚟，我哋用两个层面去睇啦。如果作为一个即系观众或者消费者嚟讲咧，系多啲嘅年青偶像，咁我谂过去呢几年都冇啦，系开心嘅，多啲嘢睇，咁识同唔埋识先？我梗系识啦，姜涛啊嘛，193啊，识噶识噶，唔好考我啦，等我撇讲出埋你先，嗰两系个，其他数唔数到？系，考我紧哋你。讲翻正经先。咁对观众嚟讲系好事嘅，多啲选择，甚至乎对于成个嘅即系叫做系媒体嚟计啦，都多啲嘅竞争力，多啲嘅竞争咧，咁咪提出一啲节目嘅质素，一定好事嚟嘅。咁但系咧话喺个投资层面嚟讲咧，因为分拆 ViuTV，即系睇翻，即系而家未买得啦。你买嘅就系买电信盈科嘅啫。咁如果第一个角度就系纯粹收息嘅话咧，我都系偏好就系即系不如系香港电信，咁仲简单啲。咁当然你话系咪现价买，我哋再讨论。咁但系你见到其实电信盈科揸住最大嘅一啲嘅系资产，其实就系香港电信啦。咁所以换句话说，佢做一个投资公司。呢样嘢咧系其中一个嘅即系重要嘅资产，咁我不如买香港电信咪仲好？咁你话唔系，我去信心佢个分拆嗱呢样嘢咧就唔好话难搞啲，呢样嘢咧就难猜度啲啦。因为一般上嚟讲咧，几时会分拆咧？通常可能举个例咧，就系可能管理层咧想分开，令到每间公司嘅管理层咧独立营运，咁可能针对住个别嘅行业咧系比较快咧能够迎接到市场嘅趋势。咁呢样嘢系嘅，譬如之前嚟计啦，我哋见到即系。都分拆咗，即係叫分拆咗健盤妙妙咁，其中一間公司都係令到佢其中嘅賣點就係管理層咧分化開。第二啦，可能就係講緊咧，你個子公司係需要資金嘅，咁一係就由母公司抌出嚟啦，咁不如我透過分拆喺市場集資，咁令到未來嘅資本性支出啦，未來嘅即係一啲嘅使費咧，可以由市場去俾啦。咁呢個第二個層面，但係第三個層面就係我哋有一隻。金蛋，我梗系养熟啲，等佢再多啲嘅时候，我先引25% 出去做集资嘛。因为某个程度上，我分25% 出去嘅话，我而家可能系以旧年嚟睇啦，呢个系ViuTV，就算计 EBITDA 咧，都系亏损。咁喺而家嚟讲，除咗你话个别，我要支持呢个疆涛，我除咗买疆涛币之外，我要买 ViuTV，除咗此咁之外咧，可能嗰个估值或者卖点咧，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未必系咁好。咁我梗系再养熟啲啦，等佢有一个 EBITDA 转正啦，甚至乎咧系讲紧你一个正式嘅盈利嘅时间咧，到时嘅观感同埋，我都希望疆涛越嚟越红噶嘛。咁到时咧个嗌价咪高啲咯。所以我觉得就系你要去猜度几时分拆咧，就真系难讲。咁同埋，你话对公司嚟讲，分拆一个业务。讲3个月、讲半年、讲1年，其实唔出奇。但系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我买只股份，我期望佢分拆，佢3个月、半年都唔分拆咧，我就唔系进可攻退可守啦，我就进退失据啦。咁就变相就会比较麻烦少少。咁所以我觉得，你欣赏姜涛嘅，继续去睇呢个 ViuTV 啦。但系如果单凭呢个消息，你就去买电信盈科嘅话咧，我觉得就武断咗少少。同埋提一提大家，
第一 ，Viu TV 都係虧損當中啦。咁另外其實呢個係香港呢個電信盈科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業務嘅。佢揸住香港電信啦，咁由舊年第三季開始 ，Now TV 就撥咗落去呢個香港電信，但係咪又係 under 呢個電信盈科？另外佢揸住盈大嘅喎，舊年咧有好多撥備嘅喎，咁所以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範疇，就變咗點解我中意香港電信簡單啲。咁就會相對會比較係簡單直接，所以Mira Era 我哋支持嘅，但係咧喺個投資角度嚟講咧，我諗都係要再觀望下好啲啦。嗯，都係嘅，即係因為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即係香港電信就即係很穩定啲，咁就即係不穩定因素比較少咁樣啦。同埋雖然收息率就低少少六點幾咗緊咁樣啦，咁就但係其實都差無幾咁樣啦。咁所以有冇話譬如香港電信如果？我未必買八毫仔啦，我買香港電信，但係咩位買入比較好呢？因為好多人都話，十蚊樓下就入貨噶啦咁樣。坦白講，其實之前嚟計，我哋一路都有即係留意住香港電信，因為相對於個別可能一啲大家認知嘅公用股啦，其實過一兩年咧都可能牽涉啲匯兑嘅損失啊，甚至乎投資咗國內啊、英國啊、澳洲啊，都有啲嘅即係盈利上嘅變動。咁但係香港電信就好簡單，就係香港，咁所以比較穩定啲嘅。但係之前嚟計咧，股價其實真係升得勁嘅。你舉個例啦，由即係今年嚟計啦，我淨係講2021年啊，年頭嘅時間咧都係大概9.10蚊度。咁跟住去到恆指見頂就28啦，佢未見頂喎，一路衝到上3月18號咧，見過11.幾。咁以一隻叫做穩定嘅股份，主要以派息為主嘅話咧，喺個零兩個月逆市上升去到呢個位咧，都有啲高嘅。咁跟住浮浮沉沉咧，去到5月4號咧，有另一個頂咧，都係11.5度。咁所以呢度見咗個小雙頂，跟住就插落嚟啦。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唔係講緊短線嘅，即係個股價升與跌，係純粹用一個收息嘅角度嚟講嘅話咧，真係十蚊以下咧，我覺得都可以分段去諗噶啦。咁但係你要記得，我成日都話，我唔係反對投機，我唔係話唔做進取嘅嘢，但你要知道每個嘅部署係部署緊乜嘢嘢。咁所以我買得香港電信咧，我就係諗住收息嘅咋。最好個價都賺啲，咁我就財息兼收，咁啊當然開心啦。咁但係咧，主要以收息為主嘅咧，我諗十蚊以下咧，我都會部署噶啦。好，咁我記得我完呢個話題之前，記得下次咧考一下你記數唔數得曬 Mira 同 Mira 啲 Era 同 Mira 啲團隊成員啊嚇，啱啱借數都姜圖同埋193爭咁啲啦。好，下次考我。我就而家差唔多回應翻啲讀者問題，因為我見到一個 list 啦。咁啊，首先有讀者就問：99182.3有貨，雖然我係見唔到2.3呢個價嘅呢段時間，咁我可能有機會2.3都未頂。系啦，咁就问使唔使走嘅9918呢个例子国际。好，咁应该咁讲啦，我会摆翻2-3成啦，自己计算啦，因为呢啲咧，坦白讲系受起倒落嘅咯。喂，会唔会突然间震走咗我再升啊？难讲嘅，咁所以我自己睇下，而家都收咗市啦。你睇下听日或者未来呢一两日啦，其实股价有冇即系一个反弹嘅契机？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可能都要考虑做一个止蚀嘅动作。咁你都提一提大家啦，呢啲咧。真係大辣股嚟嘅，只能夠咧係適合，譬如你可能之前唔好話跟我啦，即係可能喺投資方面有啲嘅盈利，你用盈利嘅一部分咧去做啲投機性嘅動作咧係可以考慮。咁但係如果時不與我咧，真係要狠心少少做翻一個即係止蝕嘅動作。其實唔單止係講緊呢啲嘅大辣股嘅，其實投資方面咧止蝕係需要。我今朝睇另一個嘅係平台咧都講過呢個重要性。當然止蝕嘅水平，如果一般嘅股份可能定8%至10%，一啲可能比較波動性大嘅，我定15%，可能呢啲叫大辣股嘅，我定2-3成。咁但係都真係要定咯，同埋通常係買入之前咧就定咗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有機會可能即係當然我希望佢跌定咗有個大幅反彈，呢個有可能嘅。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越跌越深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同埋另外咧，反而有啲朋友仔咧就覺得既然我长线都睇好，不如我加注啊，拉低佢咪得咯？呢啲就更加小心。你话如果从基本因素分析嘅股份，我确信佢有投资价值，只不过短线因为大市气氛，因为个别嘅负面因素令佢跌咗落嚟，我都仲可以有个即系商榷嘅余地。但系呢啲嘅话咧，跌咗落嚟咧，就真系反而要小心啲，就唔好胡乱加注，加大自己嘅心理负担，加大自己嘅注码，呢个要切记啦，好冇？好，跟住就。紫金矿业啊，2899，咁就12.9有货，应该持有定系点样咧？咁就今日收报11.1啦，咁跌咗3.3%左右啦。
我倾向持有啦，因为其实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啦，譬如佢啲金矿可能俾人挖走咗部分嘅矿产，咁比较难搞啲。但系我唔系针对紫金啦，一路以嚟咧，我对金矿股咧都系有啲叫做系犹豫，就话我通常买金咧，我就买2840，我就买7299，买黄金 ETF， 因为我就系怕呢啲矿嘅问题啦，同埋呢啲好多矿咧。大部分即唔喺香港噶嘛，都系一啲新兴市场或者叫第三方嘅世界。咁呢啲政策嘅风险咧系多啲嘅，唔好话讲政策风险啦，唔好讲一啲嘅呢啲因由啦，就系讲公司嚟讲，始终佢唔系一只金矿股，佢唔系完全跟足于金价铜价嘅走势嘅话咧，简单嚟讲就系我谂多好多嘢咯。如果我觉得铜价会升，金价会升嘅话咧，我其实比较偏向咧系买 ETF， 唔使烦啦。早知金价升。你當然有管理費呢啲問題啦，但係比較貼近嘅話咧，都係我會傾向買呢啲嘅 ETF 為主。咁唔緊要啦，買咗嘅話咧，我覺得現價上嚟講咧，其實都係跌翻去之前嘅附近位置度啫，大概11蚊到。咁繼續揸住先啦。如果你話金價喺下半年，你當然啦，如果金價可以睇翻好啲嘅話咧，咁佢嘅爆炸力可以好大嘅。你見到過去嚟講啦，一喐咧都可以喐，真係10%-8%嘅。咁所以先持有。但是要留意住一样嘢，就是你买得呢啲金矿股嘅话咧，就系会有呢啲嘅风险咧，系需要面对噶啦。好，跟住下一位读者就问1810小米啦，咁就诶睇下佢31蚊有货嘅，咁就而家应该要斩唔斩咧？咁就话今日收报26.65，都横行咗一段时间喺啲阻紧位噶啦。呢、這个难决定啊，因为当然啦，31蚊咧，而家事后去睇啦。买得比较贵啲嘅，我之前都俾咗目标价出嚟啦。第一个目标咧26-7蚊嘅，咁其实系上个礼拜又好啦，今日嚟讲咧都曾经系企稳过呢啲位嘅。咁但系收市嚟计啊，又穿翻27蚊。咁就算企稳26-7蚊咧，我睇上去都系讲紧28-9蚊。咁睇一提大家，第一印度嘅问题，即系当然佢嘅利好因素我知啦，回购啦，包括就系同呢个美国方面倾掂数等等啦，知噶啦，价格上反映咗噶啦。但系负面因素咧都系讲紧第一。晶片啦，唔单止对汽车有影响啊，对手机设备会有影响啦。第二系印度嘅问题啦，所以我唔够胆睇得太好啊。如果你话你呢笔钱唔等使嘅，你话揸而家都企稳住，大概26-7蚊到，又唔需要咁担心，你咪揸住先咯。但系短期嚟讲咧，我觉得最多唔好话最多啦，弹到上28-9蚊咧就差唔多啊，要翻去30-31蚊咧。暂时个市况咧都唔系好配合。你见到其实有啲咩升咧？生物科技股是升的，我们之前讲的是升的，但是科技股呢就暂时来讲都麻麻地，所以这个就要是暂时要我要揸住，但是呢都是看到1-2蚊到先的。好，跟住就3319啦，雅生活服务啦，今天升了 3%, 差不多 3% 的，就收报 38.5%。那这位朋友仔呢就问应该几钱止赚，即是看什么位啦，就没讲什么价位嘛。好。咁首先恭喜你啦，即如果跟足我哋嘅话咧，就应该系36甚至乎34蚊买。咁假设你34蚊买咧，以现价计38.几咧，都有10% 嘅，即4蚊啊嘛，就10% 都几好啦。我哋叫做坦白讲，收成正果啦，因为之前系买咗之后咧，都浮浮沉沉过，跌过落去。我叫大家唔好止住，即唔好止蚀住嘅。我信心都大嘅，起码上翻34-36。咁近排咧，我就。虽然我有考虑过换码，但最后咧就未换，都系揸住咗。咁所以升翻上去，终于收成正果，就大家都开心啦。系恭喜晒啦！咁起码都有10%-8% 叫做好嘅。我答好简单嘅啫，今日破破啲位嘅话咧，点都揸住佢噶啦。咁我会继续持有啦。咁但系继续大家，当然你简单啲嘅，你摆个止赚咯。如果你话之前早2-3日嘅高位系37.几嘅，咁你唔跌破37蚊，你先揸住先咯。咁睇下佢升多几多，赚多啲。如果你话唔系，37蚊或者讲紧系前嘅高位4月7号就系37.15，咁我觉得呢啲位都唔系好重要啫。我睇好呢、這个行业，最近都有啲即系资金系流入，咁你咪继续揸咯。但系大家一齐睇紧啲，即系我成日都讲一句，我唔会。亦隻隻中嘅，即係頭先講啊，99.18就係有啲虧損啦，但我會承認有虧損，同埋咧我係唔會避，我會跟得，即係我會跟足，同埋咧有跟進，所以暫時嚟計，生活收成正果咧，先揸住先，大家一齊留意住我 Facebook 啦。好，跟住就6030啦，中信證券，咁就升咗2%左右啦，收報20.6嘅，咁就上望幾多位讀者問？
唔係好多啊，你企得穩21蚊先至講啦。咁通中信證券咧又係收成正喎。咁近排嚟嘅咧，除咗個別個別，我坦白講啦，個別兩隻大辣股係有啲虧損之外咧，咁其實大部分股票咧都做得好嘅，包括係頭先所講嘅3319啦，6030叫收成正果啦，咁9926啊，之前嘅101啦，甚至乎1873啊。6160啊，全部都系都唔止收成正果，相当之好成果，因为就食正个浪啦。好啦，翻嚟，我觉得中信证券，因为之前推介过之后咧，沉咗一排，我都好大压力。咁而家我嗰阵时19.2同19.8啦嘛，因为我唔会每次咧都话，今日嚟咧就推介 A 股份买入价系几多，指示价系几多，目标价系几多。我讲嚟讲去都系10-20只股份，咁所以我绝对记得每个买入价同埋嘅相关价格嘅。咁19.2、19.8。終於有錢賺啦！我覺得睇下佢記唔記得21蚊啊。如果唔係咧，我都想借啲耳咧顧咗先啦。因為第一，我對個市唔算特別樂觀，揸翻多少少現金咧，我覺得係件好事嚟嘅。第二啦，就係之前即係我都有我心魔啦，就係推介咗之後有啲下滑嘅話咧，而我見 A 股嘅成交，即係當然唔關心魔事，睇埋基本因素嘅話咧 ，A 股又唔係咁。做得特別好，3500點咧都係增持啫，成交又冇上翻10000億嘅話咧，純粹靠第一季嘅季績已經推升咗咁多嘅話咧，你可以話之前係跌多咗，我同意嘅，但係21蚊樓上又唔似再有太大嘅上升空間，所以睇下佢21蚊記唔記得穩，如果唔得嘅話咧，可能我有機會挨近20蚊到咧，賺少少或者叫平手走啦，我就會止咗賺先嘅。跟住下一隻咧，六下先，哇，多咗問題仲有，好，我答得快啲啦，都 OK 嘅，都 OK 嘅，而家6968，九六八係啦，順義光能啦，九六八，係啦，咁就可唔可以上翻14.5咧？今日收報13.12。我上啊，你見到今日其實高位做個13.9，咁就係968啦嘛。系968 ，OK， 好，咁啱啊，咁今日高位做个13.9，但系咧见到高位嘅估压都大啊，落翻13.1，咁佢升嘅原因好简单啦，就系因为入到呢个蓝筹，而大家冇遇到佢入，咁所以就有一啲嘅资金推升上去，但系推升上去咧，反映住大家信心不大啊，有位就走，咁我之前就讲过啦，如果翻到15.6，我就一定走，因为15.7根本就系个阻力位。第二啦，我全年即系出年嘅3月份。我都系睇17.8蚊。如果你话今年即系而家6月都上到15.6蚊啦，我仲点会揸多9个月搏多1-2蚊啦？一定走嘅。咁但系今日嚟计就少少失望啦，即系可能今日未升完嘅。但系而家睇嘅话咧，可能真系翻14.0咧，我都会先沽咗先啦。总体嚟讲咧，我今日 Facebook 都写咗啦，都增持到我麻木啦，仲系增持紧868。咁968即系除咗呢一个染蓝嘅消息之外咧，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咁最差情況都過咗去啦，嚟緊喺6月7日正式染藍嘅時間，都會有啲嘅資金追入啩，你咪博多14.5、14.7都得嘅，但係暫時嚟講，我就唔夠膽寄予厚望啦。上到14.6度啦，我都可能會沽。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暫時咧，我都會揸住嘅。咁如果你未沽啊，如果你未沽，我都會繼續揸住。咁但係佢如果短期上唔到14.6咧，都要考慮沽售。上到14.6嘅话咧，我都要睇下佢有冇机会进一步上市更高水平。真系喺未来1-2个月、2-3个月上到15.6蚊咧，我就一定沽佢噶啦。好，记得条 BB 嘅，系啦 BB 嘅解构啦。咁就下一只就系2812三星中国龙网啊。咁就呢位读者就问咩位可以入咧？今日收报20.18啦，跌咗少少。好。212好，等等先，哎，揿错掣啊，等等，今日我系有电脑喺手噶。212三星中国龙网今日收20.18，今日跌咗1.5%，暂时难搞少少，因为咧，第一你见到就系一啲，因为佢买30只龙，即系龙头嘅科技公司啦，咁香港上市嗰啲科技股固然有啲受压啦，第二咧就系讲紧美国上市嘅咧，最近都比较波动少少，咁所以整体上嚟讲咧就有啲落后嘅，我自己觉得啊，当然你话几呢个系未买噶嘛。冇讲到，总之话咩位入，咁就我都未买嘅，相信。咁我估未买啦。如果未买咧，第一样嘢一定要留意，我即系我都讲咗几个月噶啦。今年咧唔好净系买科技股啊，咁所以我假设你冇乜科技股咁嘅话咧，我谂20蚊以下啦，你先考虑分注去做。咁预咗要分2至3注，咁所以第一
第一個 condition 係你冇乜科技股，你已經成抽科技股嘅話咧，你就唔好因為佢好似咦都跌得幾殘喎就去買。咁呢、這個雖然我同三星朋友，但係呢個係我情願幫投資者都唔幫佢住。咁所以一定要睇翻自己嘅情況，就係、是、你唔係揸緊太多科技股，你先要諗。但如果你話我對我唔係睇緊一兩個月，我睇三至六個月，我又冇乜科技股喺手嘅話咧，咁你都可以咧係考慮咧就係、是、做呢個嘅部署。但我都提一提大家。近排嚟計咧，好多新嘅 ETF 出場啊，包括咧就係、是、三星自己都出咗只2814啦，咁就講緊係全球嘅科技股啦，十隻股份嘅啫，唔係，冇意思，係即係冇錯，係十隻股份嘅啫，咁就係買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係FAANG 等等嘅股份啦，咁喺我 Facebook 睇到噶啦，我都捋曬龍啦，因為今日好忙啊。第二咧就係喺呢個講緊係叫做 CSOP 都出咗一隻3194。就係講雲計算嘅，咁所以其實你中意科技股嘅話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選擇，咁所以我覺得2812係其中一隻選擇啦，2814啦，3194或者最籠統嘅3033咧，呢啲都係可以考慮，咁所以變相嚟講就係、是、我唔想買太多科技股，有咁多嘢需要考慮嘅話咧，可能你都要諗清楚究竟你係咪想買淨係買呢只2812啦。都係喎，即係好似多咗人嗌你，唔知係俾寶寶嘅呀，或者係新名嚟嘅喎。OK， 冇錯，唔同你吹咁多，仲有啲問題要答。誒，呢排咧好多人問呢、這個21382是健康啊，而家改咩？二是健康，咁就上網幾多咧？因為佢升到破咗歷史高位之後，就而家喺12蚊 around 12蚊係咁橫行啦。呢段時間就上網幾多咧？我冇特別上網幾多，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俾一個上網或者俾個目標價幾唔負責任嘅，因為市況會變噶嘛。而家我同你講12蚊，咁唔通三個月之後明明個情況已經唔同咗啦，你仲攞住12蚊，咁第一對我唔公平啦，第二對你都唔公平。我只能夠講就係冇貨咧，希望管理層冇聽啦，就係唔買住嘅。有貨嘅就可以繼續揸住啦，因為因為我諗大部分投資者，如果你係聽過所謂嘅絕密三寶嘅話咧，其實而家38、331咧都升到睇埋只33先啦，331咧都係升到冇譜噶啦，咁所以你應該咧係賺到好，冇話好誇張啦，賺到笑噶啦應該，咁所以我絕對有空間咧係擺止賺嘅，即係話佢由高位計，我以2138嚟計啦，2138咁佢。由之前講緊係三月嘅時，唔好講三月啦，冇講三月，講遠啲，講近啲，五月份嘅時間，佢係9蚊嘅啫，而家都做緊11.幾，咁逆市升緊，係接近20%嘅話咧，都誇張嘅。咁所以我由高位計啦，譬如今日高位做過12.1嘅，我擺翻大概可能10% 嘅一個下跌，我先止賺咯，即係大概10.8啦，我就止賺。咁如果你喺之前買可能6-7蚊嘅話咧，都賺30%-40%嘅啦。咁啊，避免我係自己估咗個高位就沽早咗。但係亦都避免佢跌落嚟，我唔止賺所有嘅回報咧，變咗南柯一夢。咁所以由高位計，你睇平均線又得，你話回調10%都好，咁呢個都可以做一個參考。咁同樣地，我帶埋3311一樣啦。咁啊，今日仲升緊，真係太勁。咁啊，高位係高位咧做緊係呢個6.今日7.4啦，咁係誇張嘅，咁你一樣啦，買翻可能10% 啦。平均線都好低啦，因為如果你睇平均線講緊平均線嘅話都太低，可能擺翻10%嘅話咧，就會比較吸引啲。咁唯獨是三寶裏面咧係未升嘅咧，咁就真係講緊隻希望硬貨。咁大家冇問我，唔詳細講啦。個中嘅原因，我哋早一兩次都有解釋過。咁但係呢三隻咧，我係真係識於微時，係大家都未必咁認識嘅時間，或者市場上嗰、那個炒作或者交投都未特別331啦，之前係冇人講噶，亦都每日嘅成交係好低。咁我哋因為見過管理層，覺得得喎，咁就開始擺喺雷達裏邊。咁啊好啦，咁啊唔花咁多時間講。咁啊呢三寶就係嘅處理方法咧，就係咁樣啦。好，下一隻就由儲行啊1658啦。咁就呢位讀者就5蚊邊入咗一注啦，應該點部署咧？咁冇問題啊，繼續揸住啦。要留意，我係想5蚊以下咧先買嘅，因為第一佢公布咗嘅盈利咧，其實差過市場預期少少嘅。第二咧就係最近咧都有5間6間嘅內銀咧係俾阿爺罰咗，加埋罰咗3.66億人仔咁就，所以監管上會小心啲啦。咁變相咧，我要挨低啲5蚊以下咧，我先至買。咁你5蚊邊買咗冇問題啦，咁繼續揸住啦。咁都係嗰句啦。
你買緊郵儲行啊，唔係郵儲飛機啊，呢啲唔係好難短線大升大爆，佢唯獨是有一輪就係、李陸入股嗰下，再加上當時大家炒呢個係資金追落後嘅叫做係舊傳統股嗰下爆得勁嘅，但係一般上嚟講咧，呢啲股份係會悶啲嘅，咁所以呢個係佢嘅特性啦。咁你買咗就冇乜特別問題啦，繼續揸住先啦。咁我都會繼續 monitor 嘅，因為呢只我都係我有推介噶嘛。咁但係都冇乜特別嘢好做啦。而家做緊5.07，即係假設你冇賺冇蝕，咁冇需要只賺只蝕，亦都乜都冇得做。咁所以先持有，大家一齊留意住咧個行業啦，同埋公司嘅發展啦。好，跟住下一隻就520啊，啱啱過咗520，我幾耐啊？係啦，咁就哇520，因為切換 CEO 呢排呢幾連跌幾日啦，就好犀利啦。今日跌咗8%，超過8%，收報9.18啦。咁就問現價入唔入得過咧？唔搞住啦，因为咧，我谂有两个角度咧。第一个角度，大市都未系完全回稳嘅话咧，我唔够胆。当然你话买啲大辣股一只半只，净用少少盈利去买咧就 OK 嘅。但系520呢啲咧，想象空间唔大，纯粹博短线反弹嘅话咧，其实就问啲。同埋你叫我拣嘅话咧，我第一我一定拣909啦。第二要拣嘅，其实我都会拣即系海底捞啦。咁所以怡海本身都系即系少少即系时不与我嘅情况。咁最大问题最近就炒咗个CEO 啦，嚟问题就嚟啦。咁你炒个 CEO 嘅原因就喺你管理之下，我啲公司部分子公司嘅业务咧未如预期。咁你谂下，即系兜口兜面同你讲话佢啲业务唔得咯。咁你想点咧？第二，咁你唔做，你边个做咧？系咪短时间能够系叫做扭转乾坤先？真系唔知噶、哦，所以跌系跌得劲嘅。咁你话市况好好，我搏下佢短线反弹都得。咁你搏5%，定10%，搏到边个位止赚咧，都系难。搏唔到更加会跌落去。咁所以我对呢啲股份咧，叫跌紧落嚟嘅刀仔咧，要接咧，真系三思而后行。同埋当然啦。你因為舊年嘅業績差咧，你個市盈率一定拉高咗嘅。咁但係就算今年嚟計嘅話咧，呢啲嘅股份咧，佢嘅估值都唔係平嘅喎。咁所以點解之前我成日就算強如909啊，我都要挨近25-26我先肯買，永遠我唔高追咧，就係呢啲內需股咧，估值都唔平嘅。對我嚟講咧，就一定係佢冇病冇痛都要好低先買。你有病有痛，我唔好話趁你病攞你命啊，叫我趁低吸納咧，我真係諗一諗先啦。好，下一隻就是 B 仔股汉方生物啦，咁就9926嘅咩系啦，咩价位可以入呢？入唔到啦！你呢几日咧系升到爆厂啊，咁系劲嘅。咁其中嘅原因，因為其實佢上個禮拜啦，咁董事會公布咗啦，喺下個禮拜6月4日至6月8日，美國腫瘤協會嘅年會裏面咧，會跟進四隻藥品嘅臨床驗證數據，包括就係 AK104、AK105、AK112 同 AK117。咁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我哋即包括2月份有個收費講座都講過，我覺得康方生物係勁到爆炸嘅，因為淨係講緊 AK104 同105咧，一隻單抗。單抗嘅藥用價值已經勁過順達啦。咁第二仲有雙抗嘅話咧，個想像空間係好大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就好大期望啦。咦，你公布喎，係咪真係會勁到爆炸咧？咁所以就令到呢兩日咧係升爆創。咁如果低位買固然開心啦。咁但係我之前都同大家計過條數啦。如果用呢個係順達嘅市值去計算嘅話咧，今年我睇。康方咧，其實都係睇63.5嘅啫。今日高位嚟計咧，非常之貼近。同埋，喂，6月4日至6月8日，你唔知佢公布咩數據嘅喎？一嘢唔覺意佢同你講啊，其實我啲 AK105咧，AK104原來麻麻地嘅啫，咁個回吐空間就大啦。咁所以你話問我咩位買咧？你諗諗，其實之前啊，講緊3月中嘅時間咧，做緊42蚊嘅啫，42蚊升到而家62蚊咧，升咗50% 喎。喺呢2个月。大市有波幅冇升幅嘅情況之下，佢逆市你可以話偏低嘅，偏低嘅價格升咗50%嘅話咧，我其他都唔追啦。咁所以我只能夠講就係、是、你有貨有信心，6月4日至6月8日公布勁嘢嘅，你咪繼續揸住咯，搏佢爆多陣。其實今日都爆咗多一陣噶啦。咁但係你話點都好，我都唔好意思，我保守啲啦。呢啲位我就唔買住，咁啊唯有等佢再回調嘅時間咧，我先至會再買入去啦。咁所以暫時唔買住。好，跟住就670啊，中国东方航空啦，咁就现价入唔入得过咧，或者咩位入咧？
要挨低少少啊，咁要睇量，第一啦，睇翻佢未来半年啦，嗰个航运啦，即系航线啦，其实进一步复苏啦，呢个应该系嘅。咁但系咧，短期嚟讲咧，始终大家都唔知几时会开航或者通航，咁所以国际航班里边咧都系会争一少少。第二或者第三个因素咧，留意人民币啦，同埋油价，最好就系油价跌，人民币上升，咁呢个对佢嚟讲系最好嘅。你问我嘅话咧？短线未有太大嘅催化剂，而佢由之前嘅低位大概3.3-3.4咧，飙到上嚟而家3.6咧，有少少蚀张嘅，咁所以可能咧，我都要挨翻落去咧，即系3.3-3.4咧，我先至买得咧，都要谂3-6个月啦，唔系谂佢即系康复好简单，我就系睇佢6月4至6月8，咁真系得就得，唔得就即系即系唔得啦，咁就即系一个月，即系讲紧2-3个礼拜睇到噶啦，但系航运股咧。我真係要可能睇3个月以上嘅呢、這個，我諗部署上，我成日都話我會唔中嘅，我成日都冇話成日都唔中啦。但係起碼我會話到俾你聽，我買入或者沽出一樣嘢嘅原因係乜，同我買之前已經部署定究竟係一注啊、兩注啊，定係點樣，定係投資定係投機？咁我講得清楚，大家咧再對號入座，我 OK 喎，咁我咪買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是中國東方航空或者整體航運即係航空股啦，都係要用翻個即係3个月嘅角度部署啦。话咁快已经过咗5点，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系 都回应咗好多问题噶啦。多谢你今日嘅解构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比比同宝宝，拜拜。拜拜